真的。有没有发现讲说，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就不太拍这种家里日常生活的 vlog， 因为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其实如果你不红的话，你拍 vlog 是没有人看的，因为这一句话就重重打击了我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再拍这种家里的 vlog 了。我最有回去看我之前拍 vlog 的时候，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，是接近一年半前的事情。就是我刚开始做频道的时候，我就拍家里的 vlog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行动管制令嘛，其实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旅游会更加少人看。其实也是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你们这种做影片创作者的，不是时间很自由吗？为什么早上还要这么早起床？那我自己本身的话，我是觉得说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很自由，所以我基本上我都会强迫自己跟一般上班族一样的时间起床，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。我不是那种可以睡要很迟很迟的起床的人，所以基本上我是每天9点之前我就会起床，就开始做今天要做的事情。然后最主要我是觉得说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实在是太自由了，所以我们更加要自律。所以我觉得自律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。然后因为等一下我要拍片的关系，所以要先化个妆。每次拍完过后东西乱乱放，就是我的坏习惯。很多人想象中的 YouTube 的生活，其实我觉得好像都非常非常的美好。可能很多人还蛮羡慕我们的生活，然后也会觉得说，哎，到底 YouTube 一整天是在做什么呢？其实 YouTube 除了剪片就是剪片。因为基本上我的生活就是如此的宅，就算现在已经步入行动管制令也好，其实我的生活对来讲改变没有非常的大。我基本上就是每一天起床过后，如果有一些影片要拍的话，就会先拍。现在我还没有卸妆嘛，我刚已经把厂商的影片给拍完了，把影片寄给他看看啊，没有讲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又会再重新拍过给他。讲到厂商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其实有些东西想要跟大家讲，我觉得 YouTube 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看到的，我们都是光鲜亮丽的，为什么可以一直去外面拍摄啊？你们怎么都是一直跑来跑去？你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往外跑，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有面对一些问题，比如讲说，我一直以来都不敢跟大家讲，就是一些关于厂商之间的纠纷，不能讲是纠纷，这些事情我一直以来都不敢在我的 Instagram， 也不敢在我的 Facebook 公开跟大家分享，主要是因为我也不想让其他厂商看到这个影片，然后觉得说，哎，景怡这个人其实不可以用耶，你看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讲其他厂商，所以一直也都不敢这样子去公开跟大家讲。但这一次会跟大家分享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创作者的心声也应该要被其他人看得到。当厂商来找我合作的时候，当然我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当你会来这里跟我讲合作，就代表讲说你其实看过我的作品，觉得我作品不错，不只是拍摄影片，有一些是做直播或者是分享产品等等的都有。但是我觉得当厂商来找我合作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要点非常重要，就是诚意很重要。我自己本身遇到就是对方连产品都不想发给我，他只是发了一些产品的图片要求我帮他宣传，但前提我是完全没有试用过他的产品，他就要我帮他宣传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没有用过你的产品，我不可能单靠你发给我的产品照就要帮你宣传，我必须确保你的产品是没有问题 OK 的，我才可以去帮你宣传这个东西。如果我只是单单靠我的社交媒体去转发你的产品照，然后后来一些追踪者他们去跟你购买产品的时候，当你的产品出了什么问题，那最后的问题会是追究在我的身上还是你的身上？我自己本身也是会有责任，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
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立场。那件事情呢，我觉得过去就算了。再来就是我之前是有一个厂商，他有把他的产品寄给我，然后我也觉得他产品很不错，我就有很积极的去帮他分享这个产品。我分享出去过后，他们也拿了我的影片，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们当初是洽谈的时候其实是有收费的，这个是有收费的一个分享，但是他们到最后也没有把费用转到给我。很多人可能觉得说，哎，我们的工作是很简单，可能就是拍拍产品，然后分享一下心得，然后这样就 OK 了。一个影片可能我需要花2到3天的时间去剪辑，还没有包括我要想脚本，想这个东西要怎样拍，怎样融入到我其他影片里面，这些精神跟精力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。好了，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么严肃的话题，我要继续剪片了，因为晚上希望可以把这个影片成功 up 上去，然后你们今天就有影片可以看。